各位评审大家好，我们的专品名称是语音磅秤，现在来介绍磅秤的结构及元件。将荧幕翻开后，可以看到 LD3320 语音辨识模组。语音辨识模组提供语音指令的辨识。将秤盘及上盖拆除后，可以看到荷重源及 SD 卡模组。荷重源内部构造为两个应变器及两个电阻构成。透过测量其电压即可知道待测物的重量。SD 卡提供播报时所需的音档。取下 SD 卡后，可以看到 HX711 模组。HX711 模组有 24-bit AD 转换，提供磅秤所需的精细度。左边有两个 328P 为处理器，上方的为整个磅秤的中枢，负责重量计算、重量显示及语音播报的功能。下方的作为 LD3320 的暂存器，以分担动态记忆体的使用。最后为小喇叭，负责输出音讯。现在要来演示它的功能。开机等候归零。现在来测试基本测量及播报的功能。测量待测物 A 的重量，放上待测物 A。现在来测试归零及重新播放的功能。测量待测物 B 的重量，归零。放上待测物 B。重新播放。